哇塞！我竟然找到他的首徒诶，无言呐、啊。嗯，他也出首徒了，这样。我好久没有去看他的商城了。行了吗？嗯？怎么突然都锁掉了？这边，你要怎么介绍？不管了。你都可以玩。玩娱乐园好了。啊，将来是。啊，快跌破20万了。我今天可以赢回来一些些。